啊，我自己个人。可以换冷冻库没关系呀、啊。啊。可以吗？只有两个。等等，姐姐。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安尼，好，阿姐试试，两个就好，还是三个？啊，两个。好。134，130就好。好，谢谢。花枝要不要？这个不用再煮，切一切沾沙拉。啊，我自己试试。你要这一只，算你300块就好。啊。特价给你，不带回去依然了。没关系，我比较喜欢自己煮的。这个超好吃的，不会骗你啊。下次，这个没有常煮，只有过年才有卖。啊，你可以先放冷冻库，没关系。可以，一种 OK。我280给你，一句话。那一只两百，那一只280给你。没关系。真的，我特价给你的，我还回依然呢。差多少？70。这只280给你。拿200的好的。啊？拿200的。好。好好好。这280，啊，这130，410，拿400啦。那我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我不能吃太多了。拿400块就好，全部拿400块就好了，410的，连这个。我意思是，我只买这个。对对对，只有买这个。好，280给你，特价给你。不是200吗？380，原来是200，所以我这样280的好。哎呀，我拿你这样就好，拿280就好了。好，再80。那这个多。真的，我不会骗你的，我特价给你的，我不带回去依然的。很少。那很好吃，你不要一次全部吃，你要吃多少就切多少就好，不要一次全部吃。那我比较想这个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我不能吃太多的。啊，我够50块的。那这个都好，因为我喜欢这个。这个超好吃的，我不会骗你。我知道。特价给你。等一下，那尝一下，先尝一下，因为我想吃这个。拿你250就好了，这个。先考虑可以吗？因为我没有家人，我是自己一个人的。我不然买这个就好。随便你，这个。这个的话130。啊。然后这个280。我送你两。啊？没有了，这个315，拿你280而已啊。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想一想，我回来。差不多了，我要休息了。等一下。好的。收到了，坏一点，真的坏一点哦，小心一点。